周秀娜今日出席山顶广场万圣节活动，娜姐自爆每年都中意扮鬼扮马应节，仲试过吓人添。我有一年系真系咁啱就着住即系白色嘅，全身都系白色嘅。咁然之后咧，同成扎朋友咧就即系我又搽咗个红色嘴啦，又着咗白色衫啦。咁我就搭山顶缆车咧，咁我就最尾嗰班车上嚟嘅。本身有一家人咧開咗門之後咧係想即係入嚟嘅，係想坐嘅，但係佢哋見到我哋之後咧就冇人夠膽入嚟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即係嚇親佢啦，嚇親佢啦，係即係好似可能太神似啦，即係嗰個造型係。咁今年萬聖節想扮邊個呢？今年好想扮小丑女嘅，係啊，可能約埋扮小丑小丑女。小丑女。因為睇完套戲之後好中意。我對我嘅身形就絕對有信心嘅，放心，我有研究過嘅，可以修飾一下，因為有嗰對漁網絲襪咧都頂得住。娜姐扮小丑女，連小編我都想俾佢嚇一下。